哎，台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1969年属鸡，看我的身体。那我先从上面帮你讲下来。好。好吧，你这个人呢，第一呢，这个脑部的容量特别少，所以你的记性很不好。对。啊，然后呢？对对对，我经常有失眠的情况，睡不着觉。对。而且呢，有掉头发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呢，你经常会咳嗽。啊，喉咙啊，经常痒，对，咳嗽，对对对，啊，还有这个颈椎也不好，颈椎，嗯嗯嗯，然后呢，再往下看呢，就是肺，肺要当心，肺呢，主要是表现在一个是痰多，第二个呢，肺部呢有时候气有点短，气短，对对对，我每次说话很像没气这样，啊、对呀、啊。气好像喘不过来一样，对对、啊、对对对，再往下看就是肠胃不好，嗯，吃东西要吃的稍微酸一点、嗯、冷一点，马上肠胃就不舒服，对对对，啊，再往下看就是腿的关节不好，嗯，哦，你妇科也不好，哎，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好，对对对、啊、一段时间你要当心的、嗯、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感恩台长，台长，我很感恩你嘞。我和上次做梦梦见你来我的家嘞，你还帮摸我的头，帮我灌顶嘞。我和头和马上很多东西跑出来，看见了吗？一灌顶、嗯，马上很多东西跑出来嘛，就是灵性呀，把你、啊、把你把头上的灵性全部弄掉呀。对对，感恩台长，